我昨天没来割笋子了，今天来看看，笋子又长出来了好多了，割的来命，好干长嘛。嘿，这个有根，哇，漂亮！这根我已经锁了来好多天了，终于长大了。哇，可以！我笋子点点长了来，要了点儿。自己搬着，我们短的过了，长的在那留着当竹子。要了，再来一根。来一根。嘿，这根不好割。在瓮中生存，你看这个笋子，非常的顽强。来，你踢一脚可以。嗯，厉害了，还是老婆老人厉害，灯松了一下就扳断了。哇，真的几根好货！哎呦，差不多回去了。哇，走了，回去了。好热，凉凉的汗水。哎呀，正常的很，天气热，因为明天早上要剥笋子，要剥很久，所以说我今天黑了，把这个僵住也好难逃的，不然的话明天给赶场搞不行。哎，这个僵点还可以，本来以为没结了呢，爸爸，结果落了几个月还又结了。现在淘气好多了，三个了，你淘气八了，淘气三个。你那是为党争北郊的？快，拿根宝宝了。啊。宝宝好长喽。哇，你长得跟猪一样的啊。嗯。哎呦，抱不到。哎呀，要下了。没得你搞的，我有点高得很。哇，这杯够了，剩下的明天还可以掏一杯。走。两块钱牛的。哎呀，牛你不？要买不？要买啊！我们春天快活。两块钱他就是了，我的两块钱没就一块钱啊，还有我们要开饭，点一下。金板。这是老人有什么？还有什么吗？那不就是好多？哎呀，肯定就不会想了。好巧。好巧。哎，金一鸟。啊。哎，金一鸟。啥物事？两斤六两。好一壶。两斤三块钱。三块钱。三斤。三块半。啊？三块半。你分我一块了。两块好多。两块。两斤。二块五了，还二块五，因为这个人是我。这边你选，这个就不是两块了，好一壶。那是王小二家的那个。第一鸟。哦，有啊，叫了，没得就算了。好什么？两斤吧。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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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看他这头不一起来。啊。哇，你老。娘你差几点三块钱。金板还有土还有中央的。金板嘛三块钱吧两块钱。一斤两斤三斤一个半斤。那你把我忘出来。哎呀跳个会儿就跑了。你跳了我了。五斤半不是算账我不出去。我钱费八十了我这个就去。我现在退休费背到我背了七十多万。那这日子就是你跑到马背就是生意难。你说想一想这你到三个全部没见过又不错了。金板还没有铜吗没爱意的快钱呢快五五金板高铁高铁咋的不你要磨一咋的不磨一摊一下磨一拿出来哎我就跟你一起吃哎对这个你好吃哎呀我刚才吃了那晒一起我出车头。我还明天有太阳，那明天都有。今天你喝着辣椒花要忙几整？明天你还有太阳没有？啊，就是晒干。五斤半。哎，那就十五斤了。嗯。你烟火热热呢？嗯。还没到球。再跑回去。你这也好啊一般当然两块工资一块五谢谢爷爷你可以你吃猫奶奶也是我吃那是糖蛋我在小说吃我就没干超美味的我都吃超美味吃吧我吃那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嘛。现在六七天都是卖五六块啊六七块。今天我拿这个卖两块。哎。卖两块嘛就卖两块。现在我买了多少块一号这几块。两块一。多少好几块。你这个好多吧。两块钱啊还买这个是干净的。块钱叫。好两块。两块买十多斤甚至块钱。不要肉继续。